们上一次来逛花园夜市的时候是恩妈怀孕的时候，那我们这次呢就一样是1000块逛夜市，那我们就去逛夜市咯。 Go！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它是玩滚球游戏，它前面有一格一格的格子，然后刚好那颗高尔夫球停在那个黑色的格子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只娃娃。要不要试试看吗？好呀，我要我要。厉害，有人送一只娃娃耶。阿妈，那是50块的话就有30颗球，100块是70颗球。你要玩？阿妈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我要玩50块。好，我们来试50块看看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你要很慢很慢。对。来就要滚一下嘛。可以。好玩呢。哎，好，下去了。这个要很慢哦。不行，太快了吧。哦，其实有接近哎，如果是在隔壁条就有机会了。要我滚一颗，我要一颗，它要很慢是不是？太慢了，要有一点快，又不能太快。哇呀！他不想回去，他回来了。哎，太大力了啦！最后一颗球，哦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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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没有打球，蛮特别的啦。我觉得没有玩过，第一次玩还蛮新鲜的。妈妈，我要套圈圈，套圈圈哎，好不好哦？我们都要去打蛋。来，谢谢。来夜市一定是玩套圈圈啊。好啊，你们玩。恩爸要示范一下，好，哇，恩爸套那么后面哦。如果今天是恩爸，大概是套前面两排嘛。但是觉得夹娃娃比较好夹。啊，差点呢，不要套到阿姨呢。我看到有人在偷丢阿姨，不是我。啊，我的厉害，超级圈圈。你是在干嘛？天女散花吗？靠不住了，圈圈，耶，套到了，套到哪里？那个黄色的，哦，很厉害哦，耶，恩恩拿到了一个玩具，我也要试看看，给我一颗，我的目标呢就是丢前面的就好，没有，哎，我的，哎呀，没有，汽水，汽水，对，汽水。所以这个猜拳剪刀石头布一丢，你先就一个可以了。哇，没有，我100块得到了这个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去夹娃娃好了。那我去找吃的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喝什么？冬瓜鲜奶。好。吸盘鸡蛋啊。怎么样？好不好？这什么脸？你要藏在口罩下面的缝子。我要买缝。这谁卖？就可以了。好，先找地方吃东西。彩虹水晶球，那个你想吃吗？吃什么？水果果冻，是1球100。我要100。好，有草莓、水蜜桃、芭乐，还有哈密瓜的。我要草莓的。我要先吃苹果的，看起来很不错哎，我帮你拿口罩。好，怎么样？它这个是像果冻一样的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嗯，好吃，好搞，超好吃，对，超好吃，好开心，好吃，好开心。我要草莓的，嗯嗯，好吃，是小朋友最爱吃的。一口一口，我觉得奇异果的看起来好漂亮哦，你看它长得就是像果冻一样的，好美哦。嗯，超好吃的，对啊，我们就这样吃完一碗的，很好吃哎，蛮推荐的。我看到我要吃这个王天，恩妈最爱吃的法式地瓜，要大盒还小盒的？大盒的吗？谢谢。买到法式地瓜啦！我来拿个签。我超爱吃这一摊的，它就是炸起来不会太油，但是又脆脆的，很好吃。嗯，好好吃哦！
酒窝都跑出来了，好棒好棒！我们再来找别的。那你要吃吗？嗯，蛮好看的哦。你要什么口味的？我一起吃。那我帮他点小块一点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小心烫哦！我们下去跟你不用坐着吃。好。我们发现了一间烤饭串，哎，感觉很特别，而且它是三色饭烤。我来看一下，我要起司猪肉饭团。啊，谢谢，拿到一个，还有一个恩恩的饭团，饭团饭团。找位置坐，好多的桌，嗯，开饭喽！哇哇，这是鸡蛋糕吗？对，韩国鸡蛋糕，好好吃。这是我带整包的，好。啊，它的鲑鱼是在最上面，还是急着要吃？对啊，这么好吃吗？嗯，很特别的口感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我觉得是好吃的，很像棒蛋糕，吃的会有饱足感的。这是刚刚烤好的烤饭团，哇，好香哦！恩妈是买这个，它是没有包肉的，也是烤饭团，只是里面没有内馅。嗯，很脆耶！要吃。这是柴鱼的，然后这是咖喱的，然后这是紫苏的，很像红萝卜的。好烫，很烫。嗯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烫哦！很烫是不是？快点吧！刚刚老板讲说缺蛋，所以又减十块钱，所以我们得到了一盘铁板面。其实我觉得吃夜市我最喜欢就是点一个东西，然后可以坐着，然后再消化一下我刚刚买的一些小吃。对，很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哇，嗯，好好吃哟，超好吃，好可爱哦。嗯，恩恩，你要来一点铁板面吗？好，太烫了，太烫了。哦，好，那我来吃。哇，那铁板面比较像乌龙面诶，比较宽一点。很好吃，很 Q。等等，我比你先吃完哎。嗯，完食，给你完食。我吃吃看你的。嗯，我觉得饭团跟铁板面，我会选饭团哎。因为我觉得饭团还蛮好吃的，它其实蛮有饱足感的。妈妈，我吃不下了。啊，那我们吃饱。我想要回家。好，你累了。有人吃饱就想休息了。不行，我还没逛完。来吧，等等我们再去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走吧。发现了一个玉米瀑布，那是什么？它就是烤玉米，然后加起司，一整碗的玉米。哇，那你看瀑布哎！不要，不要吗？回家，回家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回家睡觉了。对啊，最脆的。对啊，这个最好吃的，怎么可以抠掉呢？再帮你们加上去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哇，好开心哦！好，我们去旁边吃吧，走吧。我发现它这个章鱼烧跟我们吃一般吃的不一样，它其实是它里面是虎的。你看它是虎的，哇，章鱼，嗯，怎么样？跟一般的章鱼烧有什么差别？嘴动好快。
在玩什么？这样比较凉。好不好吃？怎么样？嗯，好吃，好吃哈。然后我们再来吃最后一个玉米瀑布，这个是刚刚老板留给我们脆脆的脆皮起司。对，我觉得它那个起司量很像纳豆的那种牵丝的感觉。好吃是不是？好吃的，我觉得玉米这样炒一炒应该很香。嗯，每一个都好好吃，然后吃那个脆脆的，嗯，好香哦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又吃又玩，全部花完，总共挣了160元，吃超饱的。对，吃的好饱，然后也玩得很开心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啦。我们每周五、每周六的晚上8点更新影片，那我就下次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睡着了。哥哥累了，哥哥已经睡趴了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。这个叫拔丝地瓜，来，安安吃一口。嗯。有豆。有不到，慢慢咬。这个叫拔丝地瓜，甜甜的哦。哥哥呢？哥哥睡着了。哥哥哥，睡下去了，晚安。你吃完了吗？吃完呀。那你嘴巴打开我看。啊哈，那你还要吃吗？